要想和弦转换快，这三个步骤必不可少。第一步就是轻按轻放，也就是手指同时轻轻的按上去，手指同时轻轻的离开，这个反复这个训练，按上去离开，按上去离开，按上去离开，不要把它按响啊，反复练一下啊，快不快？哎，每天把这个动作练个十分钟。第二步呢，我们把手指把三根琴弦按的琴弦按到品丝上面，不要用很多劲，只要按的没有杂音就行。第三步呢，左手按的时候弹，不按的时候不弹，同时按的时候弹，不按的时候不弹，按同步进行，每天按照这个方法练十分钟，和弦转换很快就能连贯。